政府从印度进口鸡蛋舒缓供应问题，可是进口的 C 蛋不止体积比本地的 C 蛋小，售价还比 A 蛋贵。麦丁超市向国语报章每日新闻坦诚，印度进口的西蛋每颗售价大约50仙，这比本地 A 级的鸡蛋每颗45仙还要高，不过还是有顾客买单。商家认为鸡蛋是日常所需，也是最简易的蛋白质来源，加上国内很多料理都会用到鸡蛋，所以有总比没有好。